零售场所，地方的，他们呢跑到哪里？跑到这个市中到处跑，跑到干嘛呢？迎来白马，不秋风，有钱人骑着白马，安着这个名字，当时夸张的形容，形容他们有钱，就跟你讲现在大陆上一些富二代要开一个玛莎拉蒂，要开一个宝马，就是以前没有车开，骑马，白马迎来，是表示他有钱。他们呢，古村村村店主，落花踏尽你又何处？到处都玩尽，玩骗人，干嘛呢？最后一句最有意思，笑入胡姬酒池中。一群这种风流少年到胡姬的酒吧里面去喝酒去了，这是他现场，这是表示说他那时候经常在胡姬这个酒池。下一句，白壁郭，迎岸白壁郭，陆地帐帐已尽，细雨春风花落时，岸边知旧无记忆。白郭是郡主，最好的郡主，鼻子大，就是他形容一个这个漂亮的话。绿地绿地帐篷已尽，走在这地下下山，就说像今天一样，一走出去那个绿草这里都是很难走的。在那么这种天下雨天去就完了，下面讲明细雨春风花落时，下雨天也去玩，他的锅玩到这个样子怎么办呢？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就去了岸边知酒无记忆，玩完直接上山吧，直接上无稽的，都是提到关于胡人的。再下一个，他是送佩是马图兰，这个佩图兰是他的好朋友。古人很有意思，古人排行不是光这一家，他这个连全部的家庭，堂兄的什么时候排出来，所以一排要排十几。这个佩图兰呢是第十八。这个牌子，这个价值很大。他送上去嵩山，送的何处何为别？长安庆隐，胡姬招宿手，严苛醉金枝。他说：“我们到什么地方方便？我送你走了，到哪去了？只能在长安庆隐门，长安很有名的地方，在这里我们分手了。”那么胡姬招宿手还没有走啊，那个胡姬啊，已经开始跟他们招手了，来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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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干嘛呢？先去严格最近政治，赶快进去喝大酒。这个黑人，你仔细想一下，写什么的？他李白好在哪里？他不拘于人家，他就用字用的很简单。他甚至于到后来说五言七言都不管，所以他怎么豪放的？而且你把这个意境，你想一下写的这个意境，非常有意思。我要说的是，我就走了，我们在这里大家再见。跟那边一看，那个胡姬在那里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哦，还去喝酒啊？先喝酒再说。所以他写的多有趣。这个时候，这几首诗连贯的讲的，那个时候在长安，你可以想象长安有多少种戏，有多少酒肆。最后的一个，前有尊酒行，秦奏龙门之绿桶，玉壶美酒清过后，吹卷无度与君临，看之看朱唇比胭脂红。这个是写他说。奏琴，要奏什么东西呢？奏龙门之绿桶，这是他们曲子。玉壶美酒和酒，在唐朝还有点啊。在我们中国的酒，多半是用谷类做，对不对？高粱咯，是大曲咯，都是用麦子熔制。在长安有什么葡萄美酒？现在葡萄美酒也不西域来，外国来的酒，外国进口的酒来的。这中国历史上很少有，中国历史上以前都是我们是农业社会啊。喝农业的酒，喝这个米酒，这个麦酒，葡萄酒很少，水果酒西方来，所以在长安，他们喝的酒这个美酒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清清落空，好像看不见，这么好的酒，那一定是白酒，很好的酒。那么，吹弦无助于静静，弹琴应该要弹琴，弦跟助啊，都是那个弹琴上面，琴上面有一种助，弦就是它那个弦。好，这奏乐，这是我们俩人喝酒，看朱唇比胭脂红，这个写的好，把朱红的唇比看成绿，就说你喝醉了，把红的看成绿的，这个时候脸在发红，把喝这么多酒，这个李白知道吗？他是一天到晚就是讲酒，就是他大酒鬼一个，所以要喝酒喝到你自己把红的看成绿的了，就差不多了。然后下面呢，胡
胡骑傲龙花，汤武孝顺父，孝顺父母罗仪。君记你不醉与江南浓，胡骑不但漂亮，胡骑当我那个电影要给你们弄酒啊，而且呢还跳舞，他会跳舞。那么他说又会笑得像春风一样，跳起来的衣服会那么美丽，这时候你非醉不可，你到我这来一定会喝醉。这个胡骑是当初的一个景象啊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景象。这个要这样讲的，这个唐朝的美女应该这样长的，但不是唐朝人，这是个秘密。就是你根据这个考古下来，唐朝的衣服怎么穿呢？要袒胸什么的，这样是美女。这个是胡人，现在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有胡人在里面？从诗词这里拍过，从唐三彩。唐三彩是一个很特别重要的艺术品，陶器。三种颜色，用绿的，用这个应该咖啡色，还有另外蓝色色，只有三种颜色，刷刷刷就火烧。可是这个东西，你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看不到，北京的故宫院也没有设置。为什么？它是陪葬的，陪葬的东西，不是那种宫廷里面拿出来的。现在人一家一个三彩，它供到那里哇，漂亮的不得了，这个是当时宝贝。其实以前人埋到坟里面，可是呢，以前人去埋葬的时候，他把他生活的东西都埋进去。我有钱，我是什么一个诸侯，我死了要去埋葬的时候，以前在更早的商朝的时候，要把活人奴隶就活埋，马活埋埋下去。后来觉得说这个不太对，就做一个，啊，就做雕一个什么埋下去。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做是唐三彩，做陶器埋下去。但是呢，这种东西跟我生活有关系。所以说这时候有很多胡人埋在里面，而且还有很多呢乐器，他们奏乐楼做弹琴的人。我家里有一对是唐三彩，那个讲的不是真的，是弹琴的，哇，只是做的仔细看说漂亮的不得了，一个这样子弹的神情都要做出来。这是唐朝一个很特殊的艺术，叫唐三彩。你看这是胡人骑的马到长安去。这些人那时候他们聚居着，很多是从波斯去，波斯就是现在伊朗，有很多从叙利亚，有很多从这个伊拉克，然后再从中东这些国家到中国去。这是主观的，你看这像不像一个主教的？这是唐朝胡人在朝中做官，他们的样子就大。这是胡姬的一个想象，他的中亚美女呢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跟中国人不一样，是看得出来。胡姬，好，下面一个呢，在流行史当中，除了胡姬之外，叫胡旋虎。胡旋虎，你如果去过土耳其啊，伊斯坦堡，如果你去过埃及，你看到他们到现在还要在转，哇，那个转的真是快呀，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转。裙子，男人也跳，男人也穿裙子，转哇，转这块叫胡旋虎。那时候在长安非常非常兴盛，男人也跳，女人也跳，就是除到胡骑去喝这个酒肆喝酒之外，流行就是胡旋虎。你这一看出来是好像是个男的在那跳，裙子要转起来，哇，转，整个圆圈。这个是上面好像个伞样，其实是个舵转成这样。在下面转了，上面转完了以后，下下转，下面裙子也就转起来。这只有他们胡人在用，都是中亚的这些地方。所以说，在长安有胡骑、胡旋虎，下边还有叫做九胡子，这个还没听过的。这个跳，这男人跳，一群男人在跳。这个白的，他的裙子，他这样站起来，像是从挂这样，他一跳起来就圆飞起来。这个东西你没见过。这叫九胡子。九胡子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唐朝他们喝酒的时候喜庆。对，现在喝酒不要花钱嘛，一花说出去喝，对不对？一花钱又吵吵了。那个时候干嘛？拿这个东西在桌子上面，这么一转转，这个脸对到你，你说，哈哈哈哈哈，
穿九胡子。这个现在都没有这个玩意儿了。这个是在唐朝胡人带进来的，这个不是中国的东西，叫九胡子，就是说你喝酒的时候坐在那一圈人，把那个头上一转，像个不倒翁一样，它不会倒的，它脸对到你，你就不对了。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文化，可以说在长安是一个具有国际多彩层次文化的首都，跟游湖有关系。一个是像李白，他有具有不管他怎么样，他有西方的背景，而且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，所以他的诗作跟人家不一样。跟后来的你仔细去看，跟后来的他不行，规规矩矩五言七言就行，他不行，高兴就行，不行。而且他的气派是这样，下面要讲到他这个人，他这个人呢是很特殊的人。这个呢是正式的一幅画像，这个你看哪里像不像？对不对？是的，在以前不一样，以前的朝廷里面说啊，你把什么人画一下，你怎么把它给画这个？李白是长相的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从一个记载，这个记载是很有意思。OK， 魏浩广陵见见，真的有这个记录，他在广陵看见李白，见见他写下来，这是唯一对于李白长相的一个记录，这是有是历史上的一个记录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帽子菌然，赤如恶虎。”那个口子多点，赤如恶虎。他写在李翰林题序，李翰林就是他，他是翰林学士，就是李大学士，所以他写替他写。他说：“我碰到他的时候怎么样？他的眼珠子，他的眼睛眼珠子，菌然的大，有神。”这个跟中国人眼睛都小小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西方人的眼睛生下来眼睛很大，看不见。然后呢，吃这一阵是嘴，讲话的时候嘴像个饿的老虎一样。哇，这个人不太好看哦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这个人，他一定是眼睛跟嘴很特殊，就是说他可能有西方的血统。这是历史的记载，因为他那个唐朝那么早的时候，那个人你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？都是推测的。但是这是在史书上面有记载，他见到李白的时候，这个人是这样的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眼睛很大，嘴巴很大，就很可能有点西方血统。但是有人就是开玩笑，并不是的，就把这个李白画成一个皮眼金发，画成一个这样，在长安街上逛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但是根据这个记录，他跟我们普通汉人不大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眼睛。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？陆陆续续很多人是叙述他的。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观其书，游神学，好见其书。我刚才说他是嗜酒见，他这个人呢不像一般的。他小时候大概是个小太保，他喜欢干嘛呢？观其书，什么书都看，越奇怪的书他越喜欢念，所以他是。很有学问，看念了很多的书，有神仙，有想象力，啊，神仙怎样的？而且还干嘛呢？好借书，李白好借书。他年轻的时候，根本他就不是一个文人。他家里人说：“少任下下，手不认书人。”哇，这个就是大流氓啊！小时候做侠客，做太太，跟人家打架，手刀在捅了几个人的。这么样的人，所以说我们一般脑筋里面这些士人都是斯斯文文，这个考取进科举，然后写书做官，是写诗。他不一样，他小时候就是个大太保，手刃数人，要杀过几个人。可是呢，对他的学问呢也多大，或是书带风流韵体，衣服以前是不系带子，长的就是流里流气的。他偶尔有时候把带子系起来了，就衣服穿得规规矩矩。这时候人家一看，这个人风流韵体，很有气质，他很有气派的，长得就是说，他并不太高，下面讲他长多高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呢风度很好，就是说是个很侠义的，有一种气势。人这样的人呢，有气质，人有个气，这中国人讲的气，什么叫做气？呼吸的气，不是这意思。你往那一站，有个气势。对不对？那有人往那一站，会不会瘦瘦的呀？比自己先矮了一截，人家就不会看出来。
你往那一站，我就顶天立地，人家就看着，这很神奇，就是他是个很神奇的人。那么下面他讲的，这些都是史书上面的记载。师父满七十而雄心万丈，那时候的七尺差不多等于现在的1.7米。1.7米并没有多高，对不对？1.8米长6尺，那个不到6尺高，那个跟我差不多，我是57寸，就说1.7米，他身体不太高，但是雄心万丈，气势十足。所以李白的这个形容啊，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是什么样的，是很豪气，就说他有那种势在这里。大家在故宫里面，你看李唐。太太上上龙堂，这个是他写的，把一首诗写的甚至一点，好像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下来。你仔细看，刘希文写字的时候，你仔细看，你看那个字写的有多神气，字如其人，那个字是该写的气势，没有这个气势写不出来，这是他真心去品评他的。所以说，他又是诗人，又是剑客，而且他文章写的非常好，不但不但写诗，他写很多。另外字写的书法很了不起，这个字你注意看，字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很神圣的。